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面第五行。第五行，从三这里看起啊，一多相容不同门。大疏云：若一时之千灯光光相射，该一中有多，多中有一，是为相容；而一多之相不实，是为不同。是玄，确实是诸法了真实相，只有如来在果地上才看得清楚。世尊当年讲经49年，唯独在华严会上跟大家宣说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得更亲切一点呢，跟大家分享了，那么以后，在阿含、方等、般若到法华涅槃呢，都没有说过，都没这么说过，法华。纯缘呢，华严是全缘，当然都契入这个境界了。很难得呢，现代的科学，最先进的科学，量子力学，为我们做了证明。证明什么呢？释宣文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每一门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的。可是门门相入啊，每一门里面一定含着后面九门，无论哪一门。所以说一门入了啊，门门都入了。看这个十个门呢，哪一个门起我们的机，我们就从哪一个门进去。好像一个大殿堂，它开了十个门。入华严境界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净土宗里面呢，理一心不乱，就入这个境界了，如有顿如，有见如，顿当然好，有悟一切悟。世尊当年为我们做出了示现，顿悟。为什么能顿悟呢？他顿舍，一念之间呢，就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放下了，干净利落。
所以我们要问，凡夫成佛需要多久的时间？给你讲真话，就是一念，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这个觉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一部经的经题来说。这一部经的经题讲修行的，讲修因的，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那我们要知道，这五个字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清净心成正觉，阿罗汉了。平等心成正等正觉，菩萨。佛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是觉这个字。一念之间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方法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深信不疑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放不下了。放不下就是不觉，不平呢，不平等呢，不清净呢。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一生当中要想成就，除念佛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渐修里头的捷径，一生准能成就。成就早晚，到西方世界成就品位高低，还是在放下。这才知道放下多重要。佛为什么要这么样强调放下？因为这世间一切全是假的。你现在想回归真性，真里面没有假，所以假的东西带不去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功高我慢是假的，嫉妒这个念头也是假的，贪嗔痴还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为什么不放下？放下，我们念佛有把握，放下了，我们知道品位很高啊。三辈九品往生，善导大师说得好，总在语言不同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特别原因的。我们凡夫，不地凡夫，如果语言殊胜，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，十报图上平上生。跟释迦佛、跟六祖慧能大师没两样啊！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上上品往生。放不下，放不下是没有真懂啊。怎么办呢？这个经多读多听，
啊，如果真正把古人修行这一招啊学到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念佛人啊，这真念佛人，这不是高价的。应该放下的全都放下，不应该放下的就坚固的执着啊。这个法门叫我们执持名号，执就是执着，持就是保持啊，也就是执持一样东西，六字洪名呐。你就决定的生净土，啊，心里面有佛，啊，心里面意念的，口称名，身礼敬。啊，那个恭敬心不能中断。那我没有就是跟佛像不对面，那个恭敬心还有没有呢？还有。怎么能升起？你不知道，你要真正知道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他是哪一尊佛啊？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呢，阿弥陀佛就在你左右啊，就在你周围啊。啊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你要问这什么道理？在经典里头，佛讲得很清楚：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阿弥陀佛也是一法，他也从心想生。我们如果真正知道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人。一切动物，一切植物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报身。你肯定了，你认识了，你就真得报身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报身了，礼敬祝福，普贤菩萨这一愿，你就圆满了啊！如果你还有分别，这是阿弥陀佛，那个不是的，你这一愿没有圆满啊！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就大圆满了我没有修净土，我修其他的法门能不能往生？能。净土法门太大了，三辈往生里头最后一段就是讲修大乘者，这句话重要，修小乘不能往生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不符合，他是大乘，他不是小乘，啊，学小乘的不能往生，
什么是小乘？只求自利，还没想到要利他，那就小乘。大乘，大乘心，想到自己，同时就想到一切众生。这是大乘。我要成就自己，我同时要成就一切众生。一多不妨碍呀，何必嫉妒呢？嫉妒，你嫉妒的那个人，对他妨害不大，他念佛照样可以往生，可是你自己决定不能往生。这个伤害太大了。如果你要懂得的话，你把嫉妒改变为赞叹，随喜功德，那你了不起了。你自己修行的，别人所修行的时候，都有你的一份功德在你修持里头。为什么呢？随喜功德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，你看这一本叫《一多相容不同门》，大苏华严经上说的，清凉大师的苏超，他用一个比喻。譬如一间房子，这一间房子有1000盏灯，这房子挺大了，像宫殿似的。我这次访问罗马，过去曾经去访问过，没什么大印象，这一次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特别去看古罗马的神殿，1000盏灯呢就不假，那是真的，光光相射了。每一盏灯的光都照到整个大殿。一盏灯里面有许多盏灯的灯光。这是相容啊，一中有多啊，多中有一啊。可是每一盏灯呢，还是每一盏灯，灯并没有混合，一多之相不是。这是不同，同中有不同，不同当中有同，同与不同是一，不是二。你要能体会到这个真相，我们把这个解释先看一遍。华严奴舍那品云：以一佛过满十方，十方如一
亦无语。世界本相亦不坏，无比功德故能耳。一佛国，华严经上所指的是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。啊，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方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。啊，在娑婆世界的西方，有一个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叫极乐世界。华藏世界里面有没有娑婆？有。有没有极乐？有。为什么？一朵相融不同门吧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一个佛刹就像一盏灯一样，啊，把太虚空啊比喻成一时。不值千盏灯呐，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的诸佛刹土，都在华藏世界。那我们早都在华藏世界了，真的，自己迷而不觉。因为在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，在哪里？当下即是啊。没有时间，时间讲先后，没有先后。我们现在讲这些话，常常在一起学习华严的没问题啊，你也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肯定了，宇宙跟自己一体。自性里面的慈悲，自然就流露了。因为有这个认知，这慈悲心生不起来。啊，你能够认知你的父母是你的亲人，儿女是亲人，啊，对他们能生起慈悲心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把华严经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地球上一花一草，树木花草啊，跟自己是一体，比父母、比儿女还要亲。不但给树木花草，给山河大地，跟自然现象全是一体。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。这是你自性流露啊，发而如是啊，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明白就流露。佛是什么？佛是个明白人，
你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烦恼习气还不行，还没放下。啊，天台大师说：“是佛。”啊，天台讲六佛有六种，你是哪一种？观心即佛，你现在在成佛之道上走啊，虽然没到啊，你走的是正道啊，成佛之道啊。那一步还没走呢，一步没走是明智即佛。啊，这通通是讲学习过程啊，从理上讲，那你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也是其他经上没有的。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植，也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情是有情众生，我们一般讲动物。情与无情，无情是植物、矿物。自然现象叫无情，同源种植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诸法实相。我们要布施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学习华严，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，听了会生烦恼，会有意见啊。啊，这4000多个小时的熏习，现在我们听懂了，听得很欢喜。啊，虽然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也都能生欢喜心。啊，在目前最重要的，我们如何来入这个境界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：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那个长要多长？如果你真干，真听话，真干，一般来讲呢，3年就行了，你就能入境界了。啊，如果还有点懈怠，还有点习气，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学佛应当锲而不舍。啊，知道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，都有这个地球。啊，到那个地球上还都能找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身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真的像万花筒一样，畜生无尽呐！啊，听不懂，听不懂不要问，佛不说假话，你能信那就是善根。你不想去研究它，我就信了，我不需要研究，也不需要讲什么道理，那你就很有智慧。这什么智慧呢？这叫根本智。般若无知，无
无所不知。啊，你这种修学的方法肯定烦恼少，智慧多。啊，烦恼一天一天的少，妄念嘛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一天比一天少。那心呢，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天比一天平等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。他怎么不知不是智慧呢？啊，你要去找原因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释迦牟尼佛凭什么说出来的？这很可怕，可怕什么？你这一生不能成就，你还得来生接着再干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学，啊，电视机面前，网络面前，啊，欢喜来学习这个。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啊，修成的善根福德因缘。那为什么以前修了这么多次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没有往生，都没成就呢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情执放不下。啊，第二个呢是，哎，岁数之障，啊，研究放不下，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啊，以为你知道了，没错，你知道是常识。现在人叫佛学，因为你没学佛，所以西方净土没分，学佛就有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真学佛，不要搞佛学。啊，对于如来世尊所说的一切法，字字句句都是自信流露，深信不疑。这个人有福了，这个人家有定功。啊，定是福啊！啊，定久了，你那些烦恼习气，你不想放下，自然没有了。你在定中，自然就没有了，悟门就开了。这一生在这个世间，悟门开不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悟门开了，大彻大悟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个人的相个个独立，没有混杂在一起，就像这一个大殿里头一千盏灯，每一盏灯都放光，每一个灯都照明整个大殿，这叫相融啊。个个灯独立，你把这一盏灯熄掉，它的光没有了，啊，它的光跟大家光不相融了。啊，那这一盏灯点燃，它又相融了。都不妨碍一的存在，一也不妨碍多的存在。为什么？一多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如果真的，
肯定就起障碍了。这不是真的。怎么知道不是真的？诸位学过还原观不就清楚了吗？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，讲得很清楚啊。从一体啊，经典上的名字叫显一体，起而用，体是真的，永恒不变，清净平等。啊，慧能大师那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，见性了，性什么样子？他说得很好，啊，告诉我们，真性是清净，真性是永恒不变的，真性是圆满具足的，啊，他在没有显现的时候，没有现象的时候。自信具足一切法，啊，自信本来是定的，本无动摇，叫自信本定，特性呢，莫回一句，能生无碍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能现诸佛如来的十宝刹、十宝庄严土。我们学佛同修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提到诸佛十宝庄严土，自己也晓得，跟我们跟他是一体嘛，我有份。啊，所以大乘法里，字字字句句都说自己，说别人全是说自己，说自己别人全都有份。啊，这个一多不二，一多相容，啊，一多。多没有妨碍业的存在，业也没有妨碍多的相容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的法界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其如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想想看。啊，我们同学们很难得，大家在此地发心啊，要修六合敬。六合敬是心的，人人都有的。迷了就不活了，觉悟了自然就活了。啊，觉悟的人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怎么不活呢？啊，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二无别，在变法界虚空界这个宫殿里面，佛放光，一切大众放光，自己也在放光啊！你要不放光，你怎么会存在呀？啊，这个光，科学家叫波动。啊，波动为什么？它真有光。啊，为什么？它的体是长极光，它怎么能没有光呢？光哪来的？长极光，自性本来具足。
啊，所以量子学家称为啊，那个最那个极其微细的那个波动啊，叫光子。啊，它有个现象，啊，被肉眼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？看出是个物质。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极其微细的那一动。啊，这个小光子，它里面的能量、信息是圆满的，都含藏在那个极微细的光子里头。很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六合敬真正做到了，啊，确实在我们这个道场比较容易修，因为大家都认清楚了，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摄仙门里头第一条讲的了。同时居住相应门呐，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，所以同时居住相应门，这一门是总说啊。再跟你讲广狭自在，一多自在，这别说。所以一佛刹满十方啊，这我们叫波动。你看《华严观》里面也给我们讲，讲这个其二用了啊，从一体里面其二用，二用一个是正报自己，另外一个是依报。环境，这叫二用啊！无论是正报，无论是依报，都是在振动。不振动，现象就没有了，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它在振动，这个振动从来没停过。啊！它动了，第一个现象，周边法界。科学家现在还没法子找到。啊，这个波的速度太快了。周边法界要记住。才动就周边法界了。我们的心要好啊，一个不善的念头也周边法界了，别以为没人晓得，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没有一个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不能有不善的念头。不能有不善的言语，不能有不善的行为，自己要认真修。看到别人不善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批评，不要放在口上。为什么？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你要放在心上，你的心不清净的，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把自己的清净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天天找别人的麻烦，
找别人的过错，啊，一动念一开口，全装进去了。装的太多了，装的太满了，所以现在想要恢复清净的难了。那其实呢，其实这全是我虚妄的。啊，一粒光子，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。每一粒每一粒都不相干，独立的啊，所以你只要肯放下，业障就消了。消业障好难呐，忏悔好不容易啊！啊，是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。是自性里头本来去做的啊，就是佛在华严经上常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就是自性啊，智慧就是常寂光量子里面所讲，也就叫量子，啊，量子是个小光子，啊，它那个光是自性的光，啊，德，我们现在讲能力、才艺，啊，能力得了，想好。啊，说得像好，头一个会想到自己。啊，相貌庄严美好啊，身体健康长寿啊，哎，给诸位说，个个都是无量寿。你现在在迷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诸佛菩萨觉悟了，诸佛菩萨看你，你是无量寿。每一粒小光子都是无量寿，光子爆掉了，啊，这个念头啊，一念现行时候马上就灭掉了，灭掉以后到哪里去了呢？又回到常寂光去了，从常寂光升起，还归常寂光，回去了。就现在这个科学家了，在研究，在探讨，他是这个宇宙十分之九的宇宙不见了，科学找不到了，科学家能找到的大概就是10%啊，那个9%。好像膨胀膨胀，到最后就没有了。最后怎么没有？回归常寂光了。佛讲的清楚啊，他们在怀疑啊。啊，释迦门，他们来讲能讲一个方法，哎，好像，哎呦，讲的不会彻底。啊，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？啊，他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没放下嘛？没放下能证得，那科学家就证得了。啊，那我们可以不要去学佛学了，我们跟科学家学就行了。啊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他就没有真的，他不得其用。
啊，如果真正证得了，得大受用啊。所学非所用，这一般人家称玄学。啊，你用不上嘛。佛法是科学，科学跟玄学差别在此地，玄学学了自己用不上。啊，但是佛法学了呢，学了用上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用上了。用上是什么样子？佛在经上说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苦，三苦八苦全断了。苦没有了，你得大自在，大自在就是乐。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呀、啊！啊，常乐我净是自性里面的四德。啊，我意思就是自在，就是永恒。啊，所以身不是我，身亦有生命。踏实妄心幻化的形象，所以它不是真有啊。弥勒的时候啊，身死了，身灭了，灵魂不灭。身灭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？这是物质现象，到哪去？物质现象本来没有啊！你说它到哪去了？楞严经上讲得好：“当处处生，随处灭尽。”生灭同时同处啊，同时同处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个经上讲同时相应的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设方入一，入一个刹土，一个刹土入设方，本相不坏呀。啊，为什么本相不坏？这个里头有无比的功德，这个功德是自性的，是指的性德。下面我们看到黄老居士举本经中啊，讲到十玄这些经文。本经中弥陀宝相普熏愿，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的第四十三愿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。这是阿弥陀佛第四十三愿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现象
敌国万物中任何一物，皆为无量宝相所成。以无量相入一物，表一切法入一法，表一朵相融。一法也不坏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实在讲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还是离不开妄心的。我们用起心动念就是妄心妄想，我们还是用分别，还是用执着。换一句话说，六道里面的众生全是阿赖耶所变的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把阿赖耶当作真心，第一桩大错就错在这里。这一错呢，全都错了。一觉一切觉，一迷一切迷。众生跟佛，除了迷悟之外，没有一样不相同啊。极乐世界为什么任何业务宝相成就的？宝相是性德里头本来就具足的，没有迷惑了，见了性了，性德自然流露。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我们常讲得大自在。为什么自在？闻道宝相，用我们的言语来说，宝相加持啊。加持有什么好处啊？头一个好处，帮助你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有这样的好处啊。宝相能够滋养法身慧命，能养化生慧命，你想想看，它不能养我们肉身吗？肯定能啊！闻道宝相啊，你身体里面那些病毒的细胞啊，全都没有了，全都恢复正常了。所以你能成就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相好光明，身有无量相啊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三十二相六十种好啊，三十二相六十种好是讲地球上的人。
啊，那个不一样了。啊，也就是说明，佛国度里面的六尘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法，全是自信流露的。啊，当然，一度无碍呀、啊，一度相融无碍呀、啊。啊，自信里面说的名词是见闻觉知，迷了之后呢，再变成阿赖耶，阿赖耶心心所都具足了，受想行识，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他就不再。不但不在六道啊，他也不在十法界了，他就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了。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知道这个境界这样的庄严，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升起向往之心。啊，真想求生呢、啊？这个真想求生这一念呢、啊，无量功德。为什么？你决定的生。如果对这个世间虚幻的这个世界你舍不得离开，那你就没法子了，你要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！真敢这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再想搞六道轮回了啊！虽然现在身还在这个六道里面，我们念念的信息阿弥陀佛接受到了才动念头，就周遍法界阿弥陀佛怎么不晓得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都知道了啊！你立下这个宏愿呢、啊，愿生净土啊，愿成佛道啊，愿度众生。这个愿度众生这一愿非常重要啊，因为这一愿才是真正的大乘。啊，大乘不为自己，自己成就为什么？自己成就为众生。啊，我们修行为一切苦难众生而修，不为自己，所以呢，精进不懈怠呀，没有自己。啊，为诸佛如来。为什么要为他？诸佛如来念念念众生，也包括我在当中。我要怎样报他的恩？怎样不辜负他的期望？那就是升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佛看到了，欢迎你！哎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在外头流浪。六道流浪，辛辛苦苦，哎，这次你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！
大智智圆通章里面所说形容啊，如母一子，阿弥陀佛就像一个慈母一样，天天念着我们，我们真的发心回家了，欢喜。这一欢喜，佛光加持你，宝香加持你，从来没有中断过的。啊，自性发而如是，就不可能有中断。啊，我们真正明白了，你说得多大的安慰？啊，六合难，非常非常之难。像两个人住在一起，都闹意见，都合不起来。四个人不是天天要打仗了？啊，真正明白事实真相了，自然就好了。为什么他全放下了？啊，古人常说的“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”。真正明白的人，他做到了。他为什么不争不求？知道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决定求不到啊！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很好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。为什么劝你放下？道理在此地。你要想争，你要想求，你的心被染污了。啊，你有了自私自利，有自私自利，平等心就没有了。迷而不觉，这叫众生啊。佛帮助我们，啊，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放下是正确的，永远放下。啊，所以佛家讲的舍得，双重意思。你舍是布施啊，是供养啊。你修财布施，肯定得财富。越施越多，你发布施肯定得聪明智慧，啊，无微布施肯定得健康长寿。这是佛告诉六道众生迷而不觉，啊，心里面有欲望想求得，告诉你这个方法，有求必应。啊，没有一样啊，求不得的啊！你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求？啊，你用了错误的方法，用了非法的方法，邪法，得到的还是你命里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命里没有的，你怎么求都得不到。我们求佛菩萨，佛菩萨感应帮忙我们得到了，依然是你自己修的。你自己也不修，佛菩萨一丝一毫都帮不上忙。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帮忙是相对的，你有一分功德，他帮你一分；你有十分功德，他帮你十分。
是相对的，不增不减呐。我们要想得到诸佛如来多份的加持，那我们真的要用功啊，我们要多放下了，啊，多放下就得到了，啊，譬如财师，你发了财了，发了财怎么办呢？把你所发的有财财通通失掉。学范例啊，吴越春秋那个时代，越国有个大夫叫范例，帮助越王勾践，复国，这是世间第一等难事。国家被灭亡了，还能发现，还能够兴旺起来，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他知道这个国王的个性，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患难的时候，大家同心协力啊，救国家，救民族。啊，把敌国打败了，自己胜利也统一了。像这样能干的人，没有必要了。啊，没有必要到最后的手段处死。啊，范蠡非常聪明，啊，帮助勾践恢复了国家，他就逃走了，跟越王没打招呼，偷偷溜了，改换姓名，本来姓范的。啊，他改成姓陶，人家不认识他了，就陶朱公去做生意去了。啊，做了几年，发了大财，把这些钱财施舍给贫苦的众生。啊，自己从小本生意再做起。啊，没几年又发了，发得快呀，布施的多嘛，命的财多嘛，啊，又散了，三聚三散。所以中国大陆拜财神呢，那财神是范蠡，啊，台湾拜财神是关公。关公与发财毫不相干了。啊，关夫子是忠义，啊，是忠义的典型，忠义的表率。啊，他跟发财没关系，范蠡跟发财有大关系，很会做生意。啊，完全了解佛家的四摄法，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。啊，所以不义之财不能要啊！啊，不义就是不合乎道理的，义这个字。在字典里面解释循理乐义，就是遵循道理啊，不违背这个道理
啊，道是什么？五伦是道，五常是道，四维八德都是道。守住，决定不肯违反呐！啊，佛法里面，不论是大乘小乘，什么是佛道呢？十善业道是佛道。十善业道展开来，十条啊，十条，每一条里面都具足其他的九条，十乘十就一百了，就一百条了，还是纲领。小乘把它展开，展开多少呢？三千条，叫三千为一。菩萨那讲得更细啊，菩萨把它展开，八万四千细心啊，十善业道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建立六合敬的基础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绝对不能要求别人跟我和。你要这样要求了，你一直到老死，你都遇不到一个人。谁愿意跟你和？啊，只有自己发心跟别人和，跟别人和的话，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，要学吃亏，要学忍让，啊，要学得到底。这个社会上人都会说你是傻瓜啊，你太笨了啊！局势之人看到你都是一个异人，跟人家不相同的啊，怪人怪异啊！诸佛菩萨赞叹你啊！为什么？你即使没有学佛，你来生肯定升天堂。十善升天堂啊！啊，如果你能把这十条把它引申，啊，引申到三千条，你就出来就到轮回了。啊，到四圣法界去了。如果再不断向上扩展，扩展到八万条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怎么落实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就是落实十善业。你们拿去比对比对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113桩事情。你看哪一条属于布施，哪一条是持戒，哪一条是忍辱，你去把它核对一下，全在里面。太上感应篇，字字句句也在里面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。十善业道是总纲领啊。弟子规是细行，细行里面的纲领，
教我们说，教我们谦卑，教我们对人要尊重，要有礼貌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这次访问梵蒂冈，跟天主教的教皇见了面，啊，他们的红衣主教有二三十个人，啊，这都是天主教的领导人。他们见主教，头点点，应该多少度啊？大概五度吧。头点点，大概是五度。不容易呀！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，那《弟子规》里面规的是庆折的90度啊。你们想想，那5度的礼跟90度的礼，啊，别人要是对着我，我是怎么敢效法？社会要祥和，没有礼怎么活得起来？啊，礼是表我们的诚敬。真诚恭敬啊，要做出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小团体啊，人数也不多。啊，六合敬从哪里学习呢？理论上见货同解，一定要肯定。华严大经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都有这个认知。啊，华严经上给我们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原始圆满。啊，所以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，跟我们是同一体。这一体叫什么？这一体叫清净法身。啊，佛证得了，我们有没有？有，我们没有离开清净法身。啊，我们迷了，不肯认同。佛菩萨觉悟了，他完全认同。是一体，一体多亲切。佛菩萨跟我是一体，我现在这么苦，他怎么不来帮助我？因为你有业障，业障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把那个业障啊才能消掉。啊，消掉之后啊，佛菩萨帮助你得路。哎，你有业障，现在佛菩萨在保佑你升官发财，你造的罪业更重，将来堕的地狱越深。佛菩萨有智慧，不忍心来帮忙。啊，什么人来帮忙呢？魔王波旬来帮忙。哎，他就是叫增长你的欲望，啊，增长你的贪嗔痴。死了之后到阿鼻地狱去受罪去，他在那里看这把戏。小乘里面有降魔，大乘里都没有降魔，为什么？魔也是佛，
他也有佛性。啊，不过他嗔恚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。啊，你学得很好，他佩服你，他要护送你的护法来护持你；你修得不好，他痛恨你，啊，他想尽方法来整你。啊，整的手段一流，高明，叫你什么呢？自作自受，你还不能怨他。啊，你自作自受，啊，这一招很厉害啊。底下这一句说，又一物之一相，与众相之多相共存，表两相不同之意。黄老居士引用第四十三愿引用的好。啊，一物一个相，两物是两个相，无量无边的形象啊，共存共荣。这是一度相融的意思啊！可是每一个相啊，它都是独立存在的。此地我们讲的多相，我们应当要想到今天量子里面所讲的小光子，小光子还是用科学家这个话是宇宙怎么来的，大爆炸来的。大爆炸是什么？小光子的爆炸。小光子在连续爆炸，爆炸完了之后，宇宙就不见了，它回归长极光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的见佛同解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啊，很难得。莲池大师讲弥陀经，啊，弥陀疏钞啊，用十玄门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注这本《无量寿经》的解注解，啊，也用十玄门。这没听别人这么讲过啊！啊，在今天这个世界建立共识，这太好了啊！所以佛法讲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，佛法的关系讲到究竟透彻啊！我们要爱，要不要爱护众生？要爱护，决定不能杀害众生。你爱他，他也爱你。啊，我昨天
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晚上房间里面有一只蚊子，我就赶快跟他沟通啊，说蚊子菩萨，你从哪里进来的我不知道，你还从那个地方回出去。啊，我跟他沟通之后，我自己看我读的书，啊，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蚊子不见了，因为今天早晨，啊，半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看不到它了，不晓得到哪去了。决定不能动念头的时候杀它了，这不可以的。啊，他很可爱，很听话了，啊，一沟通他自己就走了。我们门窗都关到的，不晓得从哪里出去的。啊，连花草树木，我们都跟他沟通。啊，我们在澳洲。院子很大，所以种了个大菜园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些花草树木，里面有很多水果，啊，种了有30多种不同的水果。啊，给这些树木花草，啊，我们对他礼敬，对他赞叹。要对他供养啊，照顾很周到啊。啊，草特别绿，花特别香，果特别甜。啊，小鸟要吃，小虫也要吃菜呀。啊，小鸟要吃树上的水果，我们跟小鸟也有法。指定几棵树，那几棵树是供养你们的，啊，我们照顾都很周到，你到那边去吃，真听话，好邻居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。啊，菜园里面的小虫，我们做了10年了，啊，我们画一个小区，专门供养。吃小虫的，他们吃菜到那里吃，啊，所以我们不必再加别的方法去防护，用不着。啊，你看农夫这个水果树，水果长大都用小袋子把它包起来吃，我们不需要，为什么？虫不会到那吃去。我们一部分供养它，它要尊重我们，它要来，这个要留一部分给我们。通通有灵性的，山河大地有灵性啊，确实有山神，有土地神的，啊，所以对山河大地要爱惜爱护，不能随意破坏啊。啊，佛家戒经对出家人说。清净比丘，不踏生草。啊，这草长得很厚朴。啊，你要走近路，你就践踏它，这是对它不尊重啊。啊，有路一定要绕路走。啊，除非是紧急状况，不得已可以。啊，不是紧急的时候，一定要遵循规矩。这是礼敬祝福，花草树木都是祝福，啊，山河大地都是祝福。
我们只有明真正明白了，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。十玄的讲得太清楚了，字字句句都是讲的真相。我们学了之后，一定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。人与人之间，尤其学佛的同学，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。一定要记住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念头才起，周边法界。分别执着才起，就畜生无尽。迷了的时候，你的心量越来越狭窄，小心量，而不知道你本来的心量。本来心量是含容空有。含是包含，包含空，虚空啊，虚空多大？你的心量比虚空更大，世尊在楞严经上一个比喻，他把虚空比喻成一片云彩，把心量呢比喻作虚空，你想想看，虚空大还是云彩大？我们一定要恢复度量啊，量大福大了，不能包容的人呢，是可怜悯者，六道凡夫。佛门在早晚口诵，在一些法师仪规里面都会倡导两句话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这就是三种周边的第三种。这是你自性的本来的心量，没有一个不容啊，不包容啊。从世界来说，有净土，有秽土，要包容。六道里头有三善道，有三恶道，也要包容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！你要造业嘛？六道是业力变现的啊，业有善恶，这个业一定要消掉，不消掉。你带不走，他在六道里头。你不能把业消掉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所以三善道是消你善业果报。你修的那么多佛，你一定把它想尽。造作恶业呢，三恶道。那你得去受罪。罪受满了再出来。所以六道啊
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的，业障里头有善有恶。啊，三恶道有什么不好呢？要没有了三恶道，造作罪业的人，那个业障永远消不掉。啊，消不掉就苦了，在人间叫人间地狱，他受这个果报。啊，所以人堕落地狱为什么时间那么长？他要把业报都消除了，他才能出来。啊，就好像这个人造了很多罪业，啊，最后案子爆发了，法官判他去坐牢。啊，刑期满了，自己释放，自己出来了。啊，三恶道就好像是监狱一样的，有轻重不相同。啊，轻的受苦，轻的出生道。啊，重一点的魔鬼道，最重的是地狱。啊，六道是给人消业的。啊，四圣法界是在那个地方修行，转凡成圣。六道里头。人间有人王，天上有天王，啊，好像跟这个人间的组织、社会组织很相似。可是，在四圣法界里头，没听说这个名词。啊，声闻法界，谁说过往？没听说过。圆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都没有。他们住在那个地方，幸福美满。他们常常往来，啊，往来干什么？听经闻法，啊，经常不断在一起做分享，那叫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个境界里面，智慧、德相都现前了。无论是精神生活，是物质生活，都做到了随心所欲。所以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君臣关系，也没有父子关系，化身的。啊，我们知道天人就化身了，啊，欲界天人有胎生的，色界以上没有了，啊，化身的。诸佛刹土更不必说了。
所以它没有人间这些复杂的组织，没有，它非常单纯。啊，你我仔细去看，翻身的同居土有，方便有余土就没有了，就是四圣法界。啊，佛从来没有说过那边有过往，啊，没说过。所以往上去，关系是只有两种：师生关系，佛是老师，天天在教我。那菩萨们天天在接受我教诲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境界，天天干这个。啊，当然天天学习的。这个话我们也不好多说。为什么呢？多说一些不喜欢念书的人，他就不去了。到那天天上课，他们就不去了。啊，所以还是佛菩萨善巧。啊，他有方法来诱导众生。啊，这是善意的，这不是恶意的。这是利他的。没有自理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了解的事实真相，我们也把事实真相转告别人。所以一跟多是同时存在，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摄学门呢，就回归到四法界。啊，四种，四法界，离法界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啊，这说得清楚啊。又，此相啊，遍于十方。佛名一法遍于多法，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你细心去观察。啊，我们在显微镜里面看一个细胞。啊，这个一个细胞里面有很多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小光子组合成一个细胞。啊，细胞。是多啊，在一起啊，可是每一个小光子是最小的了，那是一啊。啊，这个细胞是许许多多小光子形成的，缘聚就现，缘灭了啊，它就没有。那在佛法讲影现不同啊，下面第五段里讲呢，隐秘闲聊啊，影现不一样啊。啊，不但是相，遍十方法界，遍一切万法。光也如是，见闻觉知也如是，地水火风，这是讲的物质四种特性，啊，再小那小光子，也是这四种特性。啊，地，它是一个物质现象。啊，水火，佛教里用这种名词。啊，现代科学讲电，
阳殿、阴殿啊，最小的这个基本粒子，它带的有阴殿、阳殿，阳殿是火的，阴殿是水的，还有个风大，风大是形容它不稳定啊，它是游动的，它不稳定啊，极小的一个原子，它那个现象，我们从显微镜里面拍下来这个照片，我们看到了，把它放大，很像一个太阳系当中原子核，你看很多电子围绕着它转啊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身体里头有多少个这样小太阳系？科学家也说不清啊，也说不清楚啊。啊，但是它决定不妨碍。啊，一个细胞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些原子电子，个个是一个独立的，啊，那是一，聚集起来这是多。所以佛家讲，缘聚则显，缘灭就散掉。更显一朵相融不同之妙，这个道理是很难懂，要讲，特别在这个时代，你不讲，大家不能相信了，不能接受啊！啊，多讲啊！好在现在科学家对我们帮了很多忙。啊，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见活同解就有了基础了。啊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见活同修，啊，那是我们生活，大家在从这个规矩，要有秩序。啊，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。这都是学规矩，规矩是不是约束我们的？不是的，诸佛菩萨严守戒律，那叫什么大慈大悲呀？他还要写什么戒律啊？你明心见性了，做给社会大众看的，做给迷惑颠倒看的。迷惑颠倒的人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不善，他要造罪业，他会堕三途，永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这太可怜了。啊，诸佛菩萨，啊，大圣大贤，都来做这个榜样，好像演戏一样。严格观众看的啊，让他们知道日常生活啊都能遵守这些原理原则，这生活多美好，多么幸福啊，多么自在，所有一切苦难都没有了，自己身心健康啊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啊，天下太平，这多好！啊，所以这叫普施，普遍布施给大众。用什么手段呢？教学。一不教，人不懂啊，就天天教啊。啊，现在是从前方老师告诉我，这么好的工具，咱这的电视。啊，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，
他说一定要利用这样好的工具，讲经教学。啊，全世界能有五六十个不同宗教、不同文化的好老师，天天在电视台播放，这世界有救了，社会可以恢复干净，地球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都能够恢复正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啊，肯定是做得到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